长青路。Next stop, Chongqing Road Station.腊八节，在佛教这样来讲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庄严神圣的日子。在佛教正式讲，应该是佛陀成道日，腊月的初八，这是腊八节的由来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把我们佛教的那种法喜充满呢、慈悲的观念呢，分享给大众。寒冬的时候来碗腊八粥，那希望众生得到欢喜，顺便推广素食的理念，让他们无形中觉得，哎，这个素食就很好吃。很多菩萨跟我们反映，没想到素食这么好吃，对素食有好概念，以后他们也不知不觉喜欢吃素。流传佛陀苦行六年的时候，遇到牧羊女，看到佛陀体力不支，就奉上一杯乳糜给佛陀吃，结果他吃了以后就身体恢复了，体力也有精神了，就到菩提树下就这样修行，慢慢 成道了。所以我们来制作这个腊八粥跟大家分享结缘，里面有丰富的食材，红枣、芋头、红萝卜十几样。每次煮腊八粥我们都要很早的起床，像四点多五点多要起床了。在这边的途中有时候感觉很累，可是当我们开始煮的时候，欢喜的心跟大众来结缘这个腊八粥，就感觉得非常高兴。师父的教诲之下、指导之下，海涛慈悲基金会屏东分会成立，那我们就负责屏东境内的所有这种慈善关怀事业。那在去年一年内呢，我们有举行了爱心便当、老人关怀，还有低收入户、弱势团体、身障团体的补助各方面啊，主要是把我们的师父的教法、佛陀的慈悲教法呢，啊，深入到民间各个角落啊，不要说好像以前出家人只是自顾自己在诵经念经而已啊，我们行菩萨道呢，我们学佛法呢，是要来应用到帮助众生啊，所以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呢，长养我们的慈悲心，顺便把我们慈悲佛陀慈悲的理念呢，啊，传达给信众。在我茫茫人生都不知道走到哪里的时候，我做了素食，然后在开素食店的时候，有很多师兄师姐，还有我们生命体系的师姐也到我们店来吃素，就在我们店里摆了很多 DVD 还有佛法的书。然后从那时候我看到师父在高雄办了一场八关斋戒，就开始吃素学佛，真的很感谢师父。在做义工的过程中，很感谢师父让我能够接任香积这个职位，让每个人都能够参加法会，煮到很好吃的素食，让大家觉得其实素食也是很好吃。我们每次来到道场做义工，然后是以欢喜心的去做，然后感觉对生活事业上的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会觉得说，有的事情如果你感觉到很困难，可是你做完以后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那么困难，好像很顺利，所以我们说时常要以佛法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。帮助大家有爱心慈悲心来帮助大家，所以我们会去关怀老人啊，制作爱心便当啊，老人看到我们都好高兴哦。可是你要就跑到他旁边啊，跟他按按摩啊，啊跟他讲悄悄话啊，啊他都会一直讲着他过去的事情给你听，啊你就是要耐心的听他讲，他就会很高兴。我们现在有越做越熟练啊，各中心啊，各分会呢，啊越做越好，大家以后教学相长呢，那依照那老人家的需要呢，做个互动。像我们从最早的施食药师仪轨呢，好，然后点灯呢，慢慢哎，到然后老人家喜欢呢，让他们动一动呢，开始有点带动唱佛曲教学带动唱啊，甚至教他们浴佛，他们很喜欢，还有帮他们庆生哈，他们就非常感动
好，因为呢，关怀他们，帮他们办庆，真的非常好。所以呢，最近的回馈都不错。我们有时候呢很忙哈，没有去呢，老菩萨呢都叫他们那义工月放来说，那叫固定拢没来啊，会想念我们啊，表示说，哎，我们算是有他们有感受到我们的关怀的心呐、啊，对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想念，好像家人一样。这样子，我们这些义工菩萨呢，大家觉得，哎，好像老人非常好啊、哦。师父一直说要照顾老人。希望大家呢，在社会上呢，每个人都能够从孝养长辈做起。